我们全部以举手礼，各位伸出右手，将我们的食指在各位的右眉间上啊。待会我们以举手礼向我们的国旗来敬礼哦。好，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是，挥起你的国旗，准备好了没有？中华民国108年元旦升旗典礼，典礼开始，主席就位，有请桃园市林潭坪人文促进会创会长暨桃园市议员徐义树议员请就位。千里树，请脱帽。恭迎国旗进场。各位来向我们的国旗来掌声欢呼！唱国歌。
贵宾，请面向国旗，请司令台上各位长官，请向左转。前面左开，我会打到你哦。升旗之礼。与会贵宾，首先欢迎立法委员吕玉玲立委，立委好，欢迎立法委员吴志扬立委，欢迎您，谢谢。是我们依照名单顺序来为各位做介绍，欢迎龙潭妇女会理事长冯爱莲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桃园市议员刘云龙议员团队，谢谢您。欢迎桃园市议员林昭贤议员及团队，欢迎，谢谢您。欢迎龙潭救难学会理事长黄俊学理事长，欢迎您，谢谢。龙潭歌唱协会我们理事长曹淑梅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青春歌友会理事长黄俊元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观光山宣发展学会理事长王福夏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高平理事长罗胜天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中山社区发展学会理事长陈金顺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中心理事长洪时松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民众服务社理事长陈美妹理事长，欢迎您，谢谢。欢迎林云里里长、黄冠新里长，谢谢，欢迎您。欢迎永新里里长、徐桂林里长，欢迎您，谢谢。欢迎森林里里长、杨世珍里长，欢迎您，谢谢。以及欢迎我们巴德里里长、叶雷旺里长，谢谢，欢迎您，谢谢。还有欢迎林云里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守志理事长，谢谢您。欢迎龙潭里里长古智仁里长，欢迎您，谢谢。是，还有我们龙潭乡长前乡长啊，桃园前乡长在哪里，挥挥手，谢谢。是，以及欢迎东青里里长张建华里长，谢谢。欢迎龙翔里里长、冯春仁里长，谢谢。欢迎千里里里长，啊，是的，张淑美里长，谢谢。以及中山里里长、陈淑丽里长，谢谢。哇，我们各位里长都在我们的现场啊，谢谢。以及我们黄埔广播第十区党部的常委潘光忠主任，以及我们龙潭区公所主任秘书徐锦阳秘书，好，谢谢主任秘书。以及龙潭青山会2019年的会长范国华会长及团队，谢谢。是的，在现场还有我们体育会的理事长陈仁真老师，哇，老师好。艺文学会的理事长史希天理事长好，谢谢。是的，我们现场所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场来的各里的里长，现场的所有的各位社团，所有的社团负责人，以及现场的各位贵宾们，我们来一个热情掌声，我们来欢迎一位最重要的贵宾，好不好？这位最重要的贵宾，也就是站在现场的所有每一位，我们给各位最重要的各位贵宾热情掌声。
欢迎你们，谢谢。是我们有很多贵宾，如果还没有介绍到，谢谢，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们的参与。主席致辞，我们邀请桃园市林涵人文促进会，也是桃园市议员徐玉树，我们徐玉树来向各位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所有的乡亲观众朋友们来问声好，来问候，掌声有请大会主席徐玉树。好，谢谢。来，我们先让这个掌声一下哈，给我们的这个徐金润啊，也是我们艺校的干事哦，徐金润一个掌声，谢谢。哦，他今天最辛苦的。好，我们吴县长也是我们的吴委员哦，我们的吕委员，我们新科上任哦，我们的银龙哦，刘银龙议员、林超前议员啊，在座呢，我们在场还有很多很多的里长哈、跟理事长哈、来一起招招手啊、谢谢哈、今天呢，很高兴啊，这个2019年哦，可以说啊，一元复始。那我想今天的太阳啊，非常非常的给足啊我们啊所有乡亲哦的面子，天气非常好，但是呢虽然有一点乌云啊哈，但是啊我相信这个2020年啊，这乌云慢慢就会退掉哦，剩下就是旭阳啊这样子哈、那我想今天很多的来宾，很多的乡亲啊，昨天晚上呢有的可能甚至有去跨年哦，那今天呢我想大家一大早来到这边呢、玉树啊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自从我们桃园升格之后呢哈，升旗啊可以说哈、就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尤其呢我发现啊现在呢只要碰到国庆哈、一些重要的庆典，这国旗啊从以前很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这个国歌啊尤其哦真的是很少听到啊。那因此呢我想龙潭哦是我们台湾可以说哦319个乡镇哦最爱国旗哦的一个、这个乡镇之一啊，蛮感谢哦各位前辈哦在过去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可以说给我们龙潭很多很多啊，不管是今天在位的民意代表，或者是过去的乡长，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因此呢打造今天啊龙潭啊这么样的进步，这么样的幸福，想未来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当然在这一次呢，我们在11月24号我们龙潭呢选出了这个尤其啊三位的议员，其中有两位是新人啊，我再特地慎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刘银龙议员啊，来给他掌声啊，林昭贤议员啊，来那两位就站在这边哦，好来啊，这个来这里啊，好，我希望啊我们三位都是哦各位乡亲好乡亲啊选出来的这个市议员，今天呢我们正式啊取得啊我们龙潭啊做园丁做仆人的一个资格地位。那未来呢我想4年的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乡长了，我想啊很多的重责大任就要由我们三位来分工。我们龙潭有非常强大的智库，有非常多的委员，有非常多的前乡长前议员可以作为啊我们啊请立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字典。那因此呢玉树啊跟两位议员未来呢会好好的来分工，为我们打拼，为我们龙潭的乡亲创造幸福。只要各位继续不断持续的给我们掌声，给我们加油，我们绝对有信心在4年后让龙潭一定会不一样，大家说好不好？好，龙潭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乡亲平常会上教堂，会上很多的这个宫庙去呀、做信仰很虔诚的参拜祈祷。那我们的国旗呢陪伴我们已经有100多年，如果说
这个神明跟上帝啊，应该要受到很虔诚哦的敬拜哦。那我觉得我们的国旗更有资格受到我们的尊敬。因此呢，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所有的乡亲来到这里，除了呢要慎重的介绍这两位议员给大家呢，在新的一年给大家祝福。那我也很感谢啊，我们的两位委员、所有的里长呢，一起啊来这里共襄盛举。未来的每一天，但愿啊就像今天的太阳一样哈，给我们大地充满希望。给我们龙潭带来幸福。在这里呢，我们三位一鞠躬，请大家继续给我们加油。我们祝福天佑台湾，天佑桃园，天佑龙潭，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感谢。是的，谢谢现场所有热情参与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此再来介绍贵宾，欢迎龙潭龙源宫主任委员陈德雄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好。欢迎高屏里里长罗胜天里长，里长好，谢谢。欢迎龙潭巡视中心会会长徐荣俊会长，会长好。欢迎龙潭义消分队分队长洪瑞洪分队长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大会主席邀请贵宾致辞。好，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两位委员啊，一大早就已经哦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升旗哦。那首先我就先邀请哦我们的县长啊，吴县长哦，来先跟大家来做问候啊。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吴县长吴委员。委员好。啊，我们大会主席啊，徐玉书议员，还有我们啊最美丽的吕玉玲委员。我们林昭贤议员、刘英龙议员，各位里长、各位发展协会的会长，各位请和雄请抬高吼，好，没人嘛，没，有水宝嘛，有，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我们龙潭其实我今天光是邀约我去升旗的超过十场，同一个时间我为什么要挑龙潭这一场啊？因为是我好兄弟徐玉书办的，掌声鼓励一下啊！还有，我去不是看人多少，我是去看去唱国歌的人有没有心啊？不是在那边等着发奖品的啊！来这边的就最爱国的，对不对？啊！现在我刚刚特别从台上看，我们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口唱国歌啊。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困难的，国旗歌会不会唱？会。啊，所以以前大家都在比说哪一个地方的识字率多少。我想台湾的国民教育那么成功，识字率几乎100%。我现在要看。哪个地方的会唱国歌、国旗歌的比例最高？是不是我们龙潭啊？就最爱国，所以我当然要来这边。新年第一天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唱国歌，就好像充满了电啊！各位，对中华民国要有信心，好不好？我们已经开始回神了，我们希望团结。在中华民国还有这个旗帜之下，台嘎上门大标，我们中华民国一定在世界上发光发热，不会让人家看扁，大家放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很高兴，11月24号，我们龙潭选到三位帅哥，希望这三个。好，现在看起来徐艺术既是大佬也是老大啊。希望你跟我们龙潭很多的大佬，我在看到黄仁奇大佬在那里他都投降刚刚打太极拳打得很认真，我都看到我们希望我们现任的三大男高音加上我们的一个立法委员吕玉玲委员三王以后
能够把我们龙潭再建设的更进步。谢谢大家，沈鹏太卡，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我们的立委，好，感谢哦，谢谢我们的吴委员哦。听我们吴委员一席话就知道，过去啊真的是跟我们龙潭哦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哦。非常感谢连续两年来给我们哦一起哦来唱国歌。那接下来呢，邀请啊我们最美丽哦，也是啊这个最有能力哦，对我们立法院表现最好的哈、哦、这个委员，我们欢迎吴啊。吕丽丽委员，欢迎委员好。谢谢我们大会的主席徐艺术徐议员啊、还有我们的林昭贤林议员啊、刘一龙刘议员，还有我立院的好同事，我们的前县长啊、吴志阳吴委员，还有我们党部的我们的陈仁珍陈主委。我们的黄前乡长哈、哦，还有各位里长，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委员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的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就是新年的新气象。尤其到我们的运动公园来唱国歌，来升旗，看到大家不畏寒风，精神抖擞的一起来见证我们108年的国旗第一天的升起，唱着国歌升起国旗，我们挥舞着国旗，就是要让我们中华民国万万岁，对不对？各位乡亲，回首过去，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也有辛苦，也有欢心。我们把这所有的努力都当作是一个养分，继续的打拼，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我们一起的合作，一起的团结，更能够展现出丰硕的成果。所以刚刚左主席跟我们的吴委员所说的一席话，我们对国家一定要有信心，所以我们拼经济顾民生，一定要让大家都能过好日子。期许未来我们108年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平安喜乐，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委员好。好，感谢委员哦，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哦，那也期许他哦，能够啊这个旗开得胜啊、哦，在这个我们的2020年哦，能够再度来蝉联了哈。那接下来，我想各两位啊，这个新科的议员，要借今天啊这个新年啊，这个跟大家来问候一下。那这个讲比较久的我们就放在后面了哈，讲比较快的先来哈。我们这里欢迎刘云龙哈，刘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徐议员哈，还有我们的两位委员，我们吴志阳委员，吕玉玲委员啊，还有等一下会讲比较久的昭贤哈，在场的各位长官啊，还有我们各位在场的乡亲长辈，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的主席啊，树哥已经讲说我讲的会比较短哦。那我想，其实刚刚啊，前面几位长官、几位贵宾都讲了一个重点，从2019开始，我们都是携手同心，现在政治归零，经济100分，好不好？好。我们好好的一起来打造我们的龙潭，好不好？好，以上报告完毕，新年快乐！谢谢议员啊，谢谢。哦，看到帅的就不一样了，哦，真的还是帅一点比较吃香，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当选的，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好了，来，现在呢，我要请另外一个帅的哈来跟大家来问候，来，我们掌声欢迎哦，林昭贤林议员。谢谢今天大会主席徐艺术理事长徐议员，我们台上有吴志阳委员、吕玉玲委员、刘一龙议员，
以及我们台上全体的里长，以及我们台前我们各社团的负责人，各位好朋友，以及我们全体的里长，大家早安，大家好。议员好。我想一开始，由我们徐淑议员所率领的社团的全体的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他们好几天很卖力的来布置我们的会场。刚听说，昨天布置会场到今天凌晨2点多，真的很辛苦。我想诚如我们徐议员所讲的，我们三位市议员，再加我们两位立法委员，我们齐心齐力的合作团结，我们来挥别2018，我们一起迈向合作，来迎向2019，我们共同来打造新的龙潭，让大家都能够口袋能够赚饱，能够赚钱，能够迈向更好的新经济，好不好？谢谢大家，我是市议员林昭贤，谢谢各位。谢谢议员，好，谢谢啊、哦！我终于知道你怎么当选了。跟你讲的夸张，我们没有弄到两点呢、啊。每次哦，他给人家的赞美哦，就会加码，就对了哈、哦。哎，我们忙到12点而已，哎。啊，谢谢大家哈、哦！我想今天很高兴啊，大家来这里哦，共襄盛举哦。那我想明年这个元旦啊，哦，我们也希望哦有更多的单位来给我们协助哦。那从去年开始，我们办理这个升旗啊，就一直募款哦，啊，感谢很多企业给我们赞助。那今年呢，因为小弟啊还节余了一点点的这个钱，所以呢就跟很多很多的这个社团啊哈一起啊哈来把这个活动办起来。我想龙潭持续要进步，国旗啊持续要在台湾飘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啊最爱国哦，然后呢最爱我们的龙潭哦的乡亲啊。那我想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好，今天感谢啊我们所有的协勤单位。那等一下呢也要请我们的这个司仪啊、哦、一定要把协勤单位啊协办单位来跟大家啊做一个哦这个唱名啊。啊，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底有哪些单位啊协办这次的活动，哦、啊，出钱出力，非常让我感动。我想这个元旦的升旗典礼，哦、啊，是属于大家的。那、啊、我们在这里呢，玉树啊，就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身体健健康康，一元扶持呢，万事啊如意啊！哈、啊，那我们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在这块土地上持续的强大进步，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是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各位长官，我们也来邀请各位长官，我们请到司令台前，因为我们共同的来分享祥狮现任的这个气氛啊、哦，所以我们邀请各位长官，我们请到我们台前，跟着我们所有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的喜悦。今天非常的谢谢啊，其实呢，各位工作人员忙到12点，但是呢，12点过后，凌晨3点，工作人员又陆续的来进场啊、哦，的确要谢谢，也要谢谢龙潭后线在哪里？龙潭后线，是的，他们忙了好几天啊、哦，3更半夜还来巡视一下旗帜啊、哦，我们的国旗有没有歪斜啊、哦？非常的感谢龙潭后线，谢谢我们桃园市济南救援协会。桃园市青年学院学会。